来宾、老师们、同学好，同学们早上好。我是陈志明，非常荣幸能够主持今天的一场演讲。首先呢，希望大家把所有的手机都关起来。尊敬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庆祝厦门大学建校50周年，走进大师系列讲座现在正式开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台湾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史书评论家姚先生为大家做精彩的演讲，大家尽快的掌声欢迎。首先请我校校长朱崇智教授致辞，大家欢迎。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校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按照大会主持人的要求，要我在这里向姚教授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还特地交代我说，在你欢迎感谢之后，还要介绍一下李先生的简历和他的事迹。那么我想啊，李先生是个大名人，在座的同学老师对他的了解可能比我还多，所以我想我就不再介绍他的情况了，我只想谈一点我对他的认识，或者说我对他的一种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在5年前，厦门大学专门邀请李先生来参加厦大85周年的校庆，我代表学校给李先生发了一封信，发了一封邀请信。过了没多久，李先生给我回了一封信，他用的是四言诗的格式，4个字8句，总共才32个字，但是充分地表达了他对厦门大学的热爱和敬仰。他非常的抱歉，当时他因为冗务缠身没有办法来，表示了他的一个遗憾。我看了以后，我确实很感动，非常的感动。那么我也给他回了32个字，这32个字应该说是代表了我对他的一种认识，或者说一种感觉。我也是刚刚前10分钟才第一次见到了李教授，当然在电视上多次见到，走到面前还是感到有点陌生。那么我的这32个字是这样：傲骨铮铮，胸襟荡荡，文思如泉，文采如画，身居宝岛，心系华夏，先生风范永存天下。这32个字是我对他的感觉。我想
他今天要给我们有一个精彩的演讲，演讲之后我相信很多的在座朋友同学老师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可能还有更加丰富的感觉。谢谢。朱教官，感谢朱校长热情洋溢的支持。那么我们下面还是麻烦朱校长这个给姚先生这个颁发我们这次教育部批准的名誉教授的聘书，大家欢迎。我一激动就经常把事给忘了，连今天李先生演讲的题目我都忘了说。今天李敖教授演讲的主题是从鲁迅先生来到厦大讲起，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教授演讲。需要这个吗？不需要。校长，朱校长，陈院长，今天除了感谢他们两位以外，还要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贵宾和各位小朋友。我能站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人，他促成了这件事情。他当年我在台湾遭受白色恐怖的时候，我印了很多书，被国民党查禁，查禁以前把书抢走，把我抓到公安局，我这位好朋友一起被我抓到，被警察抓到公安局。他的名字叫做陈廷景，他是厦门大学客家研究所的朋友。今天请他站起来啊，谢谢啊。报告各位，我生平不太交朋友，我对人生的关系感到很悲观，尤其我在中国的台湾做了牛棚以后，我对人性的评估很低，所以我谢谢您啊，所以我不参加任何的婚事、丧事、喜事跟庆典，就是婚丧喜庆。为了避免参加婚丧喜庆，在贵校厦门大学真正的校庆这一天我就逃掉了。
所以我提前告退，并且我给预告我们的校长啊，他很忙，10点钟呢他也要提前告退，所以你们 等一下你们可以有看到一个惊喜的画面啊。我做演讲很礼貌的要看到台下台上的每一位听众，可是我很怕这个礼堂的设计，因为它太宽了，所以我演讲的时候要从左边这样看起，慢慢看看看看到右边啊，又看过来，我就常常想起来我是一台电风扇。今天谈的题目看起来是没有火气的题目，并且大家看到了厦门大学四个字，台上就有啊，这个毛笔字的厦门大学四个字，这就是鲁迅写的字，并不是鲁迅为厦门大学写的字，而是从鲁迅的墨宝里面找出来这么四个字。因为鲁迅跟厦门大学的关系并不好，他在大厦门大学只待了6个月，可是鲁迅因为太有名了，所以我们常常想起他来啊，就好像我们谈到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我们很少谈到他的校长是威尔逊或者什么人什么人，我们谈到的常常是一个普林斯顿大学没有毕业的学生，美国的文学家费兹杰罗，所以我们觉得一个大学跟一个人的关系是很微妙的。鲁迅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鲁迅所写的跟一般文学史所写的，鲁迅来厦门大学是躲避北方的军阀，你们要知道。